所以你也过过那种穷困潦倒的日子啊？嗯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对了，想起来一个故事，你想不想知道？嗯。有一次啊，我记着，我特别特别的馋，特别想吃火锅，就背着房东买的煤气炉，在房间里面煮火锅吃。中间的时候，我到对面街拿了一份快递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整条街的火警全部都响起来了。结果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家着火了，想看看热闹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嗯，我的房东满脸漆黑的跑出来对我大喊 ：“Hey Chen, what's wrong with you？” 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我的火锅烧干了，把床单全部都点着了。天哪！后来我冲进去帮忙。你难以想象惨不忍睹那个场面，那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披着毛毯坐在街上看日出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在警察局度过了一天，从警局一出来，房东就连人带东西全部都给我扔出来了。你难以想象，我满身的烟灰，蓬头垢面，拖着行李流浪在大街上。确实难以想象，很难忘的回忆，是吧？嗯，尝尝这个西兰花，嗯，营养很好的。晚安。晚安。哎，那就这样吧，散会。这沈总啊，可真不得了啊。嗯，悟性真高。才上任没多久，新手立马变老手。是啊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在这分公司办公啊？例会也要把我们叫到这里来。哦，我听说沈总以前在这儿上过班，对这儿有感情。不会吧？
站住！过来。坐。几天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我在家。哪个家呀？又去你妈给你买的那个小房子了吧？啊？瞧瞧你这穿的这是什么？你那拿的又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现在这是送外卖呢，还是送快递呢？早就不送外卖了。嗯？啊，不是，我意思，我怎么可能送外卖？真逗。送外卖怎么了？送外卖也比你什么都不干光荣多了，人家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。当初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要学习公司管理，熟悉公司业务，你学习到哪儿去了？熟悉到哪儿去了？凡事说了就得做，要不就别说。什么都三分钟的热度，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？都是让你妈从小给惯的，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喂，林总，哎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们公司 OCV 阀的基本情况啊。哎呀，这个，你看，要不然这样，回头呢，我让我的助手啊把电话给您打过去。这个情况，它因为是新一代产品，所以我，林总，我是赵总助理。我来简单跟您说一下我们公司 OCV 阀的基本情况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它可以进行定制设计，但是它是应用于发动机系统。工作原理是这样啊，OCV 阀呢是可变气门正时发动机上进气门正时的机油控制阀。对，发动机呢就是通过控制 OCV 阀的油量变化，来实现控制 VVT 的提前和滞后，从而提高发动机寿命。啊，对对对，没事，您直接跟我们公司销售联系就好了。啊，好，谢谢您啊，打扰了，哎，拜拜。我不是不愿意学习，是我现在没有学习的动力。那您能不能说说，您学习的动力又是什么？学习的动力，爹，嗯，你当初是怎么追上我妈的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凭您，就您这个尊容，还有您这个脾气，我妈那么美，你俩怎么就？我这尊容怎么了？我这尊容怎么了？那你长得就很像我吗？我像你？我哪点像您？你哪儿不像我？我哪儿？尽管五官都不太像，但凑在一起就很像，所以你走到哪儿人都才夸你帅嘛。哎，这都是我的基因。哎呀，至于追你妈，四个字，锲而不舍。锲而不舍。哎呀，我现在就算锲而不舍追到到天上，他也不会再理我。男人嘛，就得有个男人的样子，嗯。男人如果有了一番事业，还怕女人不喜欢你？也就是像你这样纨绔子弟不成事的样子，才没人理你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换身衣服，跟我到公司上班去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什么什么赛车俱乐部以后就不要去了，那个车也赶紧给我卖了，赔的钱我给你。那我卖了，你再给我换个新的吧。又那么多的话，回去还你，走了。背着倒是挺对。
喂，你们在哪儿呢？老地方是吧？行，我过去找你们。喝两杯干嘛？等我啊。赵宇欢。赵宇欢。一下，环环是不是又跟那帮玩车的臭小子去鬼混了？他好像最近跟谁谈恋爱了？谈恋爱？这倒是好事儿。跟谁呀？陈哥好。哎，今天下班了，在楼下等我，我们去火车站接妈去。妈今天从普陀山烧完香回来，我明天才回来吗？妈说亲戚们都走了，她一个人在那边特别无聊，所以提前一天回来。赶紧吃了。新婚燕尔果然不一样，走到哪儿都能撒糖。记住啊。嗯。陈总，Cindy 姐遗留我的项目全部整理好了。慢点，是他没来呢，吃饭了。不要紧，来坐着。好消息啊！还有什么好消息？那傻子一会儿过来。可以呀，还是 Sky 反应快啊。那是他不来这儿，他去哪儿啊？这样啊，我呢先去接我们的摇钱树，先点。随便点，快去，点起来啊！来，咱喝咱的，好，来，咱喝。今天谁过来啊？我听说这次好像谢师哥要来，还有田师哥也要来，是吗？哎，那边有一妹子还不错呀。哪一个？那个穿白衣服的。教授之前可以安排这种见面吗？这还有你 Sky 拿不下的吗？得了吧，来喝酒，来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什么情况？让狗撵了？别提了，人齐了吗？瞧您说的，就差您了。抓紧机会啊！我要右边那个，右边那个，左边的左那，圆润那不行。什么身材？哎呦！来，宇哥。哎呦！来了，来吧，喝起来吧。喝一个，走一个了啊！同学们，坐，来，你们也坐，都坐。怎么样？看着是不是有点面熟呀？啊，说起来大家都是校友啊，懂了？没事，吃。什么事儿啊？有什么事儿吃饭？吃咱们的。哎，那桌那个白色衣服姑娘，你们之前见过吗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小王，这小魏，可以啊，阳光不错啊。哎，干嘛呢他们？那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大型相亲现场？不会吧？大家来吧，不过问你啊，就是我买单。等一下，就是你说的。生日会，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呀，就是简单的聚一聚，没什么啊，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别扭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小魏，你和小谢是不是老乡来着？哦，对，是的，就都聊聊嘛。哎，小钱，哎，我听说你最近在搞一个新的课题啊。是的，这方面啊，你要跟你天师哥多请教了，他这方面很有经验，他的课题啊获得过很多的大奖啊。哦，对了，是的，我加你个微信。哎，对，大家都加加微信，便于以后联系啊。哎，小王，那你别闲着呀，吃啊，我上个厕所去。好，哎，干嘛去？别管我，吃。行，你们先慢慢聊着，我去给你们点餐啊。好。哎，没想到魏师妹打扮起来这么好看。谢师哥。
上次没听你提过，魏师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对，就是那个戴眼镜那个姓魏那个师妹。没想到打扮一下，长得还真挺好看的。哎呀，玩玩嘛！你不说了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这不叫脚踏两只船，这叫魅力，懂？哎，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离魏彤远点儿。你是？不记着我了。哦，你是那个送外卖的，干什么？在这玩 cosplay 呢？你才 cosplay。哎呦，这行头。花了不少钱吧，够你一个月工资了吧？你嘴怎么那么碎啊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，离魏彤远点。我偏不离他远点，我就要离他近点，比你想象的还要近。就算我不要了，也轮不到你。有种你别走啊！我跆拳道黑带，你跟我打。我你又干什么呀你？这小子又来骚扰你了，不过我教训他。放心，我们走吧。视频，我觉得你应该给哥几个拿出来看看，你知道吧？你最喜欢回去的什么衣服还换了呢？回来，哎哎，鼻子怎么了？不，谁呀？是啊，怎么了你？妈，这次玩得开心吗？嗯，开心，特别好。你三奶奶让我谢谢你，让你有空的时候上贵州去玩，她要好好接待接待你。三奶奶太客气了，下次啊一定登门拜访。她就那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，有时间再说吧。好的。我有个事儿要问问你们俩。那天沈侯那个女朋友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啊？妈，您是更愿意相信一个陌生人说的话，还是愿意相信您的女儿跟女婿说的？那个女孩叫吴倩倩，是小陈的大学同学。她嫉妒小陈比她优秀，还害过小陈丢过工作，现在又跑来胡说八道。谁家孩子这么没教养？那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要告诉我，我就替他妈好好管教管教他。
在家里那么厉害，窝里横是吧？现在在外头被人欺负成这样，也不敢吱声了。妈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，就别放在心上了。现在不是有我吗？不会再让小陈受欺负了。给你爸烧蚊香，少带着球呢。谢谢妈。谢我干什么？给孩子求的。哎呀，收起来放在钱包里头，平平安安，每天都带在身上。谢谢妈妈。妈，我怕您跟我和小陈在一起住不惯，所以就租了一间公寓给您。我跟小陈就住楼上，楼上楼下很方便的。哦，哎，进来随便看看吧，这边风景特别好。你看那边就是外滩，好漂亮啊。陈先生回来了。玲姐，哎，妈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冰姐，她也是我们老乡，不仅会说家乡话，还会做家乡菜。我从美国回来，都是冰姐照顾我起居的。严太太您好，陈先生说了，我比您小两岁，您叫我小丁就行了。谢谢啊，你太客气了，让他照顾你们俩吧，我自己照顾自己就行。我在上海也不大过得惯，等他生完孩子我就回去了。妈，这是他的一个心意嘛。妈，以后归以后嘛，至少这几个月让丁姐多关照关照。平时我跟小陈都要上班，总得有个人陪您说说话，带您出去逛逛吧。而且我听小陈说您以前唱戏唱得特别好听，丁姐刚好是个老牌戏迷，你们可以多交流交流。对对对，您呀，以后多教教我啊。严太太，来，我带您看看您自己的房间。我叫刘清芳，你别叫我太太，我紧张。那我就叫您芳姐，啊，芳姐，来，我带您看看您的房间，我都打扫好了，床单都是新的，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，咱们可以到楼下超市去买，特别方便。您再看看这边，这边是卫生间，还能泡澡。放心吧，别担心了，妈呀。住习惯了，就不会总想着回去了。让您分心了，但是房租和丁姐的费用我来出。不用，丁姐不单只负责这里，楼上也要负责的。那费用就咱俩一人一半吧。我收东西去。姐，哎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哎呀，您快去吧，不用您帮。又是醋。哎，您没事吧？这醋味太酸了。来，快喝点水。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程太太。您就好好等着去吃吧，啊，你别在这儿了，这儿油烟味太大，快去吧。哎呦，那就麻烦您了。您就别客气了，您快去吧，啊。好，来。陈先生，吃饭了。程先生，程太太，咱们小区啊有个老年活动中心。哎，
我听说啊，有一群票友天天聚在一块儿听戏、学戏、唱戏。我想着呀，明天带着芳姐一起去报个名，你们看可以吗？好啊，这样妈还能多交一些朋友，平时就更不寂寞了。哎，那你们就先吃，我去给芳姐送点馄饨去啊。丁姐，你们回头去注意安全啊。哎，还有就是麻烦您提醒我妈得按时吃药。陈太太，我看着芳姐精神状态挺好的，不像有病啊。那个药能随便吃吗？她是原来生过病，现在吃药就是为了巩固和预防。反正您就提醒她当保健品吃，好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啊，辛苦您。那我下去了啊。哎。其实啊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社区活动很安全的，而且还有丁姐照看着妈呢，至少是好的开始。哎，谢谢你。芳姐。哟。这蓝牙弄明白啦？还行，挺简单的。那是芳姐您聪明，快来尝尝我的手艺馄饨。好嘞。哎呦，个儿够大的。来喽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来来，我来。你去哪个碗？去，一块吃。哎呀，别一块吃，快去呀，快！好。哎呀，你们母女俩都太客气了。刚才在楼上，程太太也非要帮我的忙，但是她闻不了厨房的油烟味儿。我来。没事，我来加点汤。我看着她呀，又吐了。哎呦，我看着人家别的孕妇，人家都长肉，就是这程太太，眼见着。往下掉分量，从小就不好好吃饭，你给他多煲个汤喝，给他补补。啊，对对对，孕妇喝汤啊，这宝宝也能增加营养。嗯，怎么样？荠菜馅的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这配上茶叶蛋。嗯。更好了，你让我做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嗯，好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吃就行。芳姐，您干嘛不上楼跟他们一块儿吃啊？嗯，这天都冷了，我把馄饨端下来，都凉了，老吃凉的也不好啊。新婚小两口，他们自己过去吧，各过各的，自在。那倒也是。别碰我！我说了你们别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还觉得做梦呢？这梦挺真实。
哎，为什么不来找我呀？我忙啊。忙着和那人渣在一起。嗯。为什么谁都行，就我不行？我赵雨欢没那么不堪吧？我也挺干净帅气的，我也能持之以恒。我讲的冷笑话也有很多人笑，可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我呢？你也不是不行。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字面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你是说你同意跟我在一起了？啊？打住吧，我还是继续做梦吧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放心吧，我在呢，啊？少骗我，我不信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魏彤吗？是，您哪位？我是赵雨欢的父亲。哦，叔叔好。魏同学好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，我儿子赵雨欢非常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。好，欢欢今年23岁了，最近我发现他经常跟一些玩赛车的人在一起，不求上进，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到他的前途。叔叔，在这一点上我有不同的看法。年轻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爱好，一门心思的扑在工作上，人生岂不是太单调了？可也不能完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他总不能玩一辈子下去吧？你有认真的去了解过自己的儿子吗？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只要他不做坏事，不走歪路，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的。您觉得呢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魏同学。哎，你让我很惊讶，也很惊喜。是，谁没年轻过呀？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？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。你说的对，但凡事要有个度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请你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您想让我帮赵玉环？哇，你简直是太聪明了！你说的对，孩子大了，开始有逆反心理了，父母的话他已经不听了，但有些人的话他听，他喜欢的人，比如你，你的话在他听来那就是圣旨。我可以再给你加上一把尚方宝剑，请你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这份担忧和期盼。我不希望他走上歪路，不希望他荒废时间。魏同学，我能看出来，你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，环环能够喜欢你，我非常放心。当然，我绝不干涉你的选择，那是你的权利，但我希望你看在你们同学一场，看在一个父亲对这个儿子一片心的情面上，替我管教管教他。好。这么痛快？你们年轻人现在是不是都这样？魏同学，你真的很有意思。叔叔，你也很有意思啊，又帅又开明。真的。其实环环很多地方都很像我，可能是遗传基因太强大了吧。
要开什么条件？能开吗？不是吧你，还在这儿啊？哎，我在这儿挺好。不是，你就打算一直不回家是吧？行。哦，对了，您那车还在披萨店停着呢，人老板都打电话打到俱乐部了，赶紧去取去吧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赶紧的。走了。这谁干的？庄弄死你！喂。谢师哥，我们要不等等师姐他们吧？啊？我没叫他们，我只约了你呀。你不会没做过吧？我没做过，那我不做了。我都带到138了，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，你不浪费我时间吗？魏彤，魏彤，138。